風增強，有幾陣雨，天氣顯著轉冷。今晚嘅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度，新界再低約2度。展望本週天氣持續寒冷，最低氣温普遍喺9度或以下。下個星期四天色開始好轉。而家氣温16度，相對濕度79%。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。电台第